明朝嘉靖年间，倭患日益猖獗，北起辽东，南至闽越的沿海地区均遭受到倭寇严重袭扰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国内战乱加剧。 诸侯之间为争夺霸权相互残杀，已是间闹得血雨腥风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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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累不累啊？不累，不累，不累。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中午好好犒劳你们一下。哎，掌柜的，好，这儿的鹿肉特别好吃。哎，海参，辽东海参，蒋天下呀。伸个头啊，想得倒美。嗯，叫上王兆兴吃饭去。王兆兴，王镖头，哎，王镖头去了，哎，哪儿去了？ 汉岭村锦衣卫，锦衣卫飞于校尉王兆兴听诊，当下辽东军情紧急，倭寇自龙州登陆后，大举袭扰我大明与朝鲜接壤地区，我国使臣安公仆自朝鲜返回途中。 于汉岭村一带不慎遭遇倭寇，生死未卜。贤命你火速前往汉岭村，与其他人员会合，由你负责率队寻找安公仆下落，并将其安全护送到辽阳监护所，不得有误。锦衣卫指挥服绝密，月后即分。 师妹，真的是你啊！奉千户大人之命，飞鱼营队员前来向你报道，请队长指示。这汉岭村地处两国边境，局势混乱，人员复杂，大家要服从命令，小心行事。是，出发。是。起得起来呀！动起来！ そうじゃないと殺すぞ、この野郎。ほら。说，你们把那个大棺藏在什么地方？讲不讲？嗯，讲。 是不是？讲不讲？想死是吧？讲不讲？呀！
像没动静了。安大人，您安全了。哼，哎呀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啊！你们两个到村口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。是是，小侄子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你说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啊，行动这么迟缓，本官。刚才连命都快没了，知道吗？大人息怒，在下来迟一步，还望大人恕罪。哼，我真不知道这朝廷的俸禄啊，真是白费了，真不知道养你们这帮人有什么用。你什么你啊？啊，本官是正三品礼部侍郎，称呼我要称呼您，知道吗？大人官高位显，在下不敢冒犯。如果大人对我等有任何异议，可以回去上报朝廷。不过现在这里倭寇作乱，十分危险，倭寇随时会再回来。怎么，倭寇还要来啊？那咱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报，村口来了一队人马。看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去处理吧。王掌心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啊。你过来。胡闹，谁让你来的？你不辞而别，我当然要来找你啊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。我不用你担心。你现在带着人马原路返回。怎么样？好你个王掌心，你居然跟我耍起威风了。本掌柜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主，还轮不到你对我发号施令。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，有些事你不明白。我怎么就不明白？你以为你做的事都滴水不漏吗？这个怎么讲？这又是没办法解释，是吧？没关系，如果你觉得实在为难，可以不用回答我。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我没有必要知道，我也不会去计较。你这话是……其实我心里早就有很多疑问，你到底是谁？从哪里来？想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。我知道。我知道凡事都不能强求，一切都得看缘分。就像你当初到镖局的时候，我不会多问你一样，今天我也不会逼你。但我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把一切原原本本的都告诉我，对吗？我保证，我日后一定会给你个答复。怎么伤了这么多人啊？这里刚被倭寇洗劫过。小朱，去拿金疮药，其他人去帮忙。好，是好。哎，王校尉，你怎么还不出发呀？大人，稍安勿躁。王校尉，这王兆兴怎么成王校尉了？这你都看不出来，王兆兴本来就是个锦衣卫。哦，合着这么长时间是糊弄咱们的，我得找他去。别，大牛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帮忙去。走吧。瞧你满头是汗，你看你。掌柜的，从汉岭村到辽阳千户，
足足有260里，有一大一小两条路可以走。走小路虽然要翻越汉岭山，但是可以少走50里路程，明日天黑前就可以到达辽阳。说的没错，这次倭寇在龙州登陆的人数足有1000人之多，辽阳的官兵都赶去龙州玉地，腹地一带反而空虚。如果我们走小路遭遇倭寇，麻烦就大了。嗯，那就走大路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出发。是。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走快走。出发吧。大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大人，干什么？大人，求求您带我们一起走吧。是啊，是啊，不行，本官是正三品礼部侍郎，怎么可能与你们这些草民为伍呢？大人，这里死了这么多倭寇，他们非来屠村不可呀。是啊，我们就没有活路了。大人，啰嗦什么？快让开，本官还要赶路呢。一群刁民。王小妹，给本官开路。怎么办？带百姓一起走吧，到了辽阳他们就安全了。不妥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安大人，如果带上这些人，肯定会拖慢行军速度，万一倭寇追杀上来，那就糟了。三郎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安大人，如果中间出了什么闪失，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？可是保护黎民百姓不也是我们的任务吗？哎呀，王校尉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啊？本官身怀要务，要是耽误了军机大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大人，如果抛下这些百姓，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哼，岂有此理！我是文官，不是武将，这保境安民的事情我管不了。你不管，我管。乡亲们，我们是平安镖局的镖师，正好也要去辽阳。如果大家不嫌弃我们是小字号，那这趟镖本掌柜免费给你们保了。此话当真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们掌柜的说话算数。我们平安镖局保军平安。哎呦，你们真是活菩萨呀，真是大恩大德呀。这简直是乱来，这拖家带口的去逃难，非连累死本官不可呀。这位大人，俗话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，您要赶路就请自便，我们草民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乡亲们，收拾东西上路。等等，等等，小姐，我们是朝鲜的商人，能不能带我们一起走呢？你们也要去辽阳吗？是的，我们去辽阳做生意，如果不麻烦的话就拜托您了。行，人多热闹，一起走吧。弟兄们，打起精神，挺起胸来，别让别人把他们看扁了。大伙儿都打起精神来，把飞鱼营的军威亮出来。飞鱼营队以一当百，彪形天下，我武扬威。彪形天下，我武扬威。彪形天下，我武扬威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咱们走了，走了，先走。咱们呢？就是。你们多加小心，遇到情况就发信号。走。여기이메즈마아지라こっちの秘密はすごいだよね。いえ、普通の人ではなく、
金鋭の名刺を来たんだ。金鋭なの？雪姫様、アイスラー発見した。おい。呸！什么狗屁锦衣卫啊！竟然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！掌柜的，王兆兴也太不仗义了。他一直拿咱们当傻瓜，我都认了。可是他不能对你无情无义啊！是啊，我看他是重色轻友。哎，我看见他跟那个女的眉来眼去来着。闭嘴！你们俩别胡说八道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许再提这件事。我们走这边，抄近路。快快快！别看了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上来。他们不会是去走小路了吧？张彪、张猛在。你们二人赶去小路上寻找镖队，负责断后。哎，等等，我们人马本来就不够，不能再抽调出去。我是这次行动的队长，听我的命令。正因为你是队长，所以才不能感情用事。我没有感情用事，我是担心那些百姓会出危险。哼。心口不一，我看你担心的是古平安的安全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老嘀咕什么呢？快点走啊！啊！不管你怎么想，我们飞鱼营都有责任保护大明朝的子民。你是队长，随你的便。张彪、张猛在，去吧。是。走吧。姫様、ここととは1時間経ってない。大踊り、干渉くすはき、金鋭と思う。こっちだと、混乱で、平民だと思う。どっちに追いますか？狭い道。どうして？金鋭は宇多田に任せるんだ。后面三个留着保护安大人，其他的跟我走。大人走，大人，大人，
越来越厉害了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嗯，走。看来镖队走的真是小路，他们没走这多远，我们很快就能追上。 乡亲们，快快都跟上！走，跟上，快走！一群酒囊饭袋，本官的乌纱帽都摔坏了。大人请息怒，是属下失职。失职就完了。本官是正三品礼部侍郎，这顶乌纱帽来的是夺目不容易啊！你知道吗？你，你给我听着！我现在只知道，为了要救你，已经牺牲了两个弟兄。 你要再啰嗦，我就把你扔在这魏野狗。你敢你！你试试看，我敢不敢？队长，传令下去，大路太危险，我们改走小路。是。快，快跟上！快！大家停下。这样，小猪，你去向乡亲们要一个古物袋。好。 乡亲们，谁有古物袋？啊，我这有，我这有。哦，掌柜的，你背着他，顺这条路一直往前跑，能跑多快就跑多快，明白吗？嗯。你拿着，方便联络。好。大牛，所有人跟我来。好，都往这边来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
这边走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快！好险！追！有一名什么？平安，王兆兴，掌柜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好好的。没事就好。我刚刚看到信号，还以为你们……既然人家没事，你就别老抓着不放手了。刚才谢谢你出手相助，不客气。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刚才谁发的信号？是小猪，他把追兵引开了。他会不会有事啊？不会，他精得很。嗯。孔七呢？阿吉尼一刀。八嘎呀喽！嘿。又是这种标记，难道刚才在大陆偷袭我们的忍者和他是同伙？这种标记应该是日本大名的家徽，这说明他们效力于同一个大名。没错，这火浪人着装整齐，训练有素，不像是一般的倭寇。嗯，平白无故的，日本大名干嘛要找我们麻烦？安大人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现在有一伙日本浪人紧紧地咬住我们不放，以我的判断，他们不是为了给同伙报仇，也不是为了抢劫钱财，而是冲你来的。什么？冲着我来的？没错。大人，您身上是不是有什么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？本官身怀要务，也不便对你们多说。安大人，现在情况危急，如果您还不说出实情的话，万一有什么差池，丢性命的可是你自己。这……那好吧，你们上前一步说话。这是一本日本国的遗鹤忍术秘籍。它怎么会在您手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这是一名朝鲜大臣送给我的。据他说，两个月前有一艘日本大船在西朝鲜湾搁浅了，这船上的日本人全都死了。就在搜查遗物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这本遗鹤忍术秘籍。那名大臣说，这上面既有日本遗鹤族的忍术精髓，又有破解这种精髓的诀窍，一旦被我们掌握，那忍术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。所以我就想着把这本秘籍带回京城，以进献给圣上。以前我听义父说起过，据说在日本能见到这本遗鹤秘籍是忍者最大的光荣，而丢失遗鹤秘籍则是忍者最大的耻辱。所以他们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抢回这本秘籍。嗯。嘿，有一名字吗？何？取れなかった？はい、失敗しました。宇多田君失敗したの原因は何だ？題名の金英です。金英、私にとって相手にならねえやつだよ。そうでない。
はい。金叶はかなりの名称なんだ。カズノはかんなのもじゃない。雪姫様、なんでそういうの、やる気がなくなる。黙れ。はい。君は金叶のこと詳しくないと思う。忍者のように強い意識を持ち、最後まで必死の信念を持ち、金叶厳しい規則と鉄のような意識ある。勝ちたいならお前らの投資を出しなさい。策を使うのよ。わかるか。はい。从这里我们要经过金川岭、黑水潭、紫竹林，最后才能到达辽阳。我在前面当先锋，负责开路。掌柜的，你就带着镖局的弟兄们居中保护百姓和安大人。嗯。师妹，你带飞鱼营断后。凭什么？飞鱼营一贯是做前锋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来断后。都别争了，这次要听我的。我们这次面对的不是乌合之众，而是日本忍术高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齐心合力，协同作战，最后才能战胜他们。嗯。跟上。大家打起精神来，快点跟上！王校尉，王校尉，这太累了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这里情况复杂，必须快速通过。哎呀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！哎呀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！哎呀！大家休息吧。喝口水。哦，好。哎，你先喝吧。哎，行吧。嗯，给。哎呀，真渴呀！来，喝口水吧。喝点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笛声会暴露我们行踪的。可是音乐能够振奋精神，我看大家都累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这个我替你保管。凭什么把笛子还给我？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别这样。你干嘛那么较真啊？人家又不是故意的。我必须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哎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没有恶意的。王校尉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？哎，对了，你的汉语说得不错啊。哦，我喜欢你们的汉语，还有音乐、绘画和诗歌。是吗？说来听听。有了，溪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，素手把芙蓉，虚步蹑太轻。不错，好诗。这是谁的诗啊？这是李太白的古风，我最喜欢他的诗了，既潇洒又浪漫。前面有点奇怪，大家小心。
我，是我。小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？还有冰，里面可能会有埋伏。哎，小龙呢？啊！小心忍者！土遁术！保护大人跟百姓，其他的交给我。的人数很高明，快走。怎么样？没事，忍着点儿。少吹。现在怎么办？这些忍者凭借着奇门遁术，手段诡异，防不胜防。我和我爹押镖到过东南沿海。那边的倭寇里边也有忍者，刚才是土遁和木遁，接下来还有金遁、火遁和水遁。你们懂破解之法吗？现在问题就在这儿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忍术的破解之法，就好比蒙着眼睛过招，有劲使不上。可是咱们有忍术秘籍啊，你懂日文吗？翻译翻译，你懂你来，我可没这本事，看着跟天书似的。啊，破解忍术的招数就在眼前。要是有个懂日文的人在就好了。让我来试试。哎，不要。大丈夫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没问题。忍术本是中国古代道家神通术，后传到东瀛，改头换面成为忍术。那么现在为我所用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忍者必修的八门是指古法、契合、剑术、棒术、火术、枪术、游艺和教门。忍术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五遁之术：火遁、木遁、土遁、水遁和金遁。所谓火遁之术，就是利用烟雾弹这类的东西暂时迷惑敌人，然后逃跑。水遁之术就是通过特殊的技能或者道具潜伏在水下。那么刚才土遁是怎么回事？土遁之术看似神秘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忍者利用事先挖好的隧道进行攻击，然后逃脱而已。原来如此。没想到你日语这么好，你到底还会多少种语言？我只学了两种，汉语和日语。为什么？学汉语是因为我喜欢你们的文化和艺术，学日语是因为……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腿受伤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他的脚扭伤了，有跌打膏吗？我有，去给你拿。我跟你去。あいつに言うな。嗯。あいつら黒水の方にいた。ウエスキー、任せるよ。私の出番だ。你看，这里介绍的是古法、契合、剑术和棒术，五遁之术在后面。好，你
你看，那这是火遁，木遁。后面队伍跟不上了，一直走小路，没法补充给养，水也快喝完了。队伍不能停，我们虽然又改变了路线，但是忍者随时可能追上来。我们必须要在日落之前翻过这座山。不如这样吧，黑水潭离这里不远，我带人去找水，你带大家先走吧。等等，我也去，我也要去。不用，这里更需要你。小猪，带个人跟我走。好，走。哎，我们必须上路。不走了，我说什么也不走了。你们不让我休息，还不给我水喝，你们想渴死我呀？喊什么喊，大家都渴着呢。大牛，我看我们还是歇会儿吧，正好等王兆兴回来。大家原地休息，注意警戒。看，有水。等等，这潭水不能喝。哎，别碰它，小心毒性传染。这水有毒，瞬间致人于死命，而且全身发乌，说明中的是剧毒啊。你看这些死鱼，如果这潭水本身就有毒的话，压根就不会有这些鱼。这说明刚刚有人在水里投毒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看，太好了，给大家发下去。哎，来来来。哎，给！谢谢谢谢，给你给你，好，来了，这下好了，拿着，太好吃了，真解渴呀！啊，说明我又有劲儿，来，吃吧吃吧。谢谢。真甜，不客气，都走一路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程晶晶，叫我晶晶就好了。晶晶啊，这名字很好听。是吗？你的名字也很好听啊，古平安，能给人带来平安和快乐的意思。哎，对了，一直听王兆兴叫你师妹师妹的，你们俩真是师兄妹啊。是啊，我跟他从小就跟着义父学武功，我们俩绝对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小时候我可笨了，记得有一次我学武功被义父责骂，三郎他一直陪我罚站，站到天亮呢，他没少照顾我。哼。这位壮士能不能给我一个？对不起大人，你要是要苹果呀，没有了。我那是壮士，我得吃两个。你要想吃啊，那边有树，看见没有？最高的那棵，自己摘去。嘿嘿，来来来，大家吃啊，吃吃吃。
去。那个忍者就是从这个洞逃走的。嗯。哎，啊，原来这就是土遁呐！没见过。他怎么了？好像吓坏了。别害怕，已经安全了。你们为了救我。又死伤了好多人，这笔血债迟早要还。对不起，我把秘籍给弄丢了。啊！哎呀，我的秘籍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，这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，光对不起管屁用啊！对不起。请放心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你放屁！你蒙谁了？你能赔得起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咱没完。你喊什么喊呀？人家刚才为了保护这本秘籍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哼，你说的倒轻巧，我还要拿着这秘籍到皇上面前去请赏呢。你说现在不全都泡汤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让我们丢下百姓不管，让我们拼死保护这本秘籍，就为了你升官发财？这，你以为呢？啊，那我还能为什么呢？啊，身为朝廷命官，难道你真当老百姓的命一文不值吗？哼，亏你还是锦衣卫，啊，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？见你的鬼去吧！哼。你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？师妹，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我们出生入死的执行任务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报效国家，保卫大明。那你说，是不是只有当官的人才是大明朝的子民？那些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，就不是大明朝的子民了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在功名利禄面前，当官的就把老百姓们丢到九霄云外？到底是官的还是民的？告诉我。义父总说我们锦衣卫是铲除奸佞的利剑，那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一个利欲熏心的狗官？三郎，我看你这种性格不适合再在锦衣卫待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你别往心里去，我随便说说。雪姫様、これ見て。結婚。
皆さん、上からの任務は半分しか終わってない。あの人、死ぬべき。はい。哦，前面有情况。你们两个跟我走，其他人原地待命。这些只是路过的浪人，不是冲我们来的。我们的任务是护送安大人，而不是麻木不仁。可是队长，庄子里面情况不明，如果我们就这样贸然行动，恐怕会有危险。我们飞鱼营什么时候怕过危险？我们来的时候是八个人，可到现在只剩下四名兄弟了，不能再有任何闪失。万一……这是忍者的圈套，怎么办？就算是龙潭虎穴也要装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你们半天没动静，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他们害怕了。我们不是害怕，而是觉得你在感情用事。虽然你是这次行动的队长，但是你却一再违反锦衣卫的规矩。不错，锦衣卫的规矩如钢似铁，但是他能超过大道天理吗？你们好好给我看清楚了，在那里面可是我们的父老同胞们。对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，路见不平就应该拔刀相助。这是在执行任务，不是在跑江湖，我们有我们的规矩。我知道这不属于任务范围，我可以自己去。我跟你去。如果你一意孤行，回京后我会向上面禀报。随你便。等等，如今大敌当前，我们只有统一行动才能闯过难关。如果意见不一致，我提议举手决定。同意我的举手。还有我，加上我这一票，我们多数，你不算数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我们的人。你这不是诚心作对吗？现在两边人数相等，就差你没表态了。不用问，你肯定站在反对那一边。这样一来，你就称心如意了。
谢谢了，王小伟，你这是？这儿个音孔音不准，我帮你修一下。你也懂音律？略懂。今天白天是我脾气不好，你别介意。这首曲子，给大家暖暖心吧。 今天要没你那决定性的一票，他们就都遭殃了。当时我真的很担心你会反对你。你肯定不会担心古平安反对你，他倒是永远站在你这边。谢谢啊。他是嫉恶如仇，古道热肠。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。哼，我看你呀，真是在镖局待久了，跟他一拍即合。记得当初义父安排我进镖局的时候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可现在反而觉得自己更像是镖局的人了。我跟他们学了不少的东西。赵贵大。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你瞧他俩那亲热劲儿，我都替你气不过。没什么好气的，人家是师兄妹。师兄妹怎么样？那又不能朝三暮四啊！别胡说，他不是那种人。掌柜的，那王兆兴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你得问问清楚啊！这现在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问的？ 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你进镖局已经三年了。是啊，义父为了要磨练我，真的是用心良苦。我总盼着有一天能回到锦衣卫的指挥府，执行更大的任务，实现我们当初的誓言。 三郎，我只怕你一腔热血，到头来会很失望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还有你白天说的话，我怎么都听不懂。三郎，其实锦衣卫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组织里也有问题。 この曲、家族を思い出せる。寒いから、お粥を飲んで。 Yeah.
队长，队长，嗯。师妹，你这……三郎，我发现有人在向倭寇通风报信。看到人没有？嗯。王大哥，你们这是……这么晚了，你们还没睡啊？哦，我在写那本忍者秘籍。你在写秘籍？对，我这个人记性好，过目不忘。我答应赔给你们的，一定会赔给你们。真的吗？大丈夫一言九鼎，驷马难追。那好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忍术的土遁并不神秘，都是事先挖好地道，然后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明明更改了行军路线，可是那些忍者还能抢在我们前面挖好地道，突然袭击我们，抢走秘籍呢？这……而且他们事先污染了黑水潭的水源，想置我们于死地。他们又怎么会知道我们要去黑水潭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吧，因为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出了奸细。有这样的事？这个奸细是谁？这个奸细就是你。我？不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王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绝对没错，我亲眼看见他在树林里留下这张字条。你这个奸细，我杀了你！等等，先问清楚再说，还有什么可问的？留着他只会把大家都害死。住手！你要杀他，先把我杀了。让开，不关你的事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们说他是奸细，那我也是奸细。哼，你这么护着他，我看他就是你指使的。今天非杀了你们！不要！各位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家少主人是无辜的，求你们放过他吧。其实事情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。我们并不是朝鲜商人，而是日本人。你们是日本人，这下就更没错了。听他把话说完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我们虽然是日本人，但却是丧家之犬。我的名字叫金川正成，是日本骏河金川家族的子嗣。你们只知道倭寇作乱，危害大明，但却不知道在日本国内也是战火不断，血雨腥风。骏河地处日本中部，战略位置重要。半年前，织田家联络各路诸侯攻打骏河，要一举消灭我们金川一族。城破之前，父亲命我坐船逃走，逃得越远越好。我喜欢大明，喜欢你们的文化，所以就命令船只开往辽东。谁知半路遇到了暴风雨，船就搁浅了。莫非你说的就是在西朝鲜湾搁浅的那艘货船？是。你手上的忍者秘籍不就是在那船上发现的吗？没错。那艘船上还珍藏着我们金川家更多的经书秘籍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那本伊贺忍术秘籍。为此，织田家派出了各路的忍者一路追杀，既是为了夺回秘籍，更是为了要我的性命。这么说，虽然秘籍已经被他们抢回去了，可是这些忍者还是会卷土重来。对。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置你于死地？你们有所不知，在日本的诸侯当中，织田家以步兵著称，武田家以骑兵称雄，而我们金川家最著名的就是火绳枪。火绳枪是什么东西？火绳枪是一种能够发射弹丸的火器，比你们汉人用的火铳要先进许多。明朝虽然有神武大炮，威力无比，但却极其笨重，无法单兵作战，而火绳枪却非常的轻便，一人便可使用。
这种火绳枪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带到日本的。作战用的火绳枪要比这把枪长二三尺，此枪中通外直，底部有塞。当它发射时，如闪电一般，威力无比。后来，经我们金川家族改造，制造了闭锁螺栓，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。要比葡萄牙人制造的枪更为先进。也就是说，谁掌握了制枪技术，谁就控制了未来战争的胜利。所以织田家一定要除掉你，是为了防止这种技术落到别人的手里。正是。织田家这次派出的是伊贺忍者三人组，雪姬、上山、雨田，三名上人个个身怀绝技，心狠手辣。我原本想混在你们的队伍里，逃到辽阳去，可是没想到给你们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请你们放过黑田。雪姬，私のせい、私のせい。黒田君、なんでそんなバカなこと。囚人、女房と子供が捕まれました。あなたを日本に連れ帰りたいだけ。殺したくないのよ。しかしどうしても大名を好きになって帰りたくない。だから内緒で取引しました。黒田君、バカだよな。鉄砲作りの技術をしたいから我らは生かせるなんて。帰りたいの希望は武士の精神を忘れさせた。囚人よ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囚人の恩返しできなくては、腹切るしかない。黒田君、親戚全部なくなって君なくしたくない。囚人、从家乡逃出来的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没有片刻安宁的时候。远渡重洋也好，乔装改扮也罢，我都逃不出魔掌。千里迢迢，漫漫长路，我每向前走一步，在我背后留下的都是亲人的死难和无辜者的尸体。时至今日，我已不想再这样逃下去。与其逃到天涯海角，还不如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。ダメよ、囚人、ダメよ。王校尉，求求你护送我家少主人到辽阳去吧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怎么办？三郎，在你做出决定之前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他们既不是大明朝的子民，也不是我们要保护的目标。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他们是日本人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们也是受害者，他们的双手并没有沾上罪恶的鲜血，可是带上他们，只会带来危险。所以这件事要由大家来决定。你们都听到了，我知道我无权要求你们做什么，更无权把你们拖下水。如果谁要退出，现在就可以走，我会尊重你们每个人的选择。如果你们问我，我只知道把这两个人丢在这里，就跟亲手杀了他们没什么两样。我是不会做刽子手的，带他们一起上路会是什么结果我不知道，但是至少我不会因为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而自责一辈子。
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，你们赶快做决定吧。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当镖师的会一诺千金。掌柜的说了，一定要把这两个人送到辽阳，我们也会说到做到。对，不能把他们丢下。你们现在怎么决定的？队长，不管我是否赞同你的做法，但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，我们一起来就要一起走，飞鱼营永远没有掉队的。对，队长，跟着你走。我们跟着你走。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。晶晶。三郎，不管是对是错，我都会陪你走这一程。那好吧，大家下去准备准备，把重的东西都扔掉，轻装前进。是是。动作快一点，大家动作快一点啊！队长，怎么了？日本浪人已经到达前面的树林了。他们有多少人？不知道。只看见树林到处都是他们的人，前面的路都被封锁了。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。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如果贸然前进会中他们的埋伏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跟他们拼了算了。拼什么拼啊？老乡们怎么办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坚守在这里，再另外想办法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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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快进去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让走啊？先进来，先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当心，当心！现在把所有的窗户都封死，找一些麻包扛过来堵住后门。师妹，嗯，你从乡亲们当中挑选一些年轻力壮的人，把他们武装起来。嗯，我们可以把手头的兵器、弓箭都收集起来，统一发放给他们。嗯，另外就地取材，做一些机关和陷阱。这个交给我们负责。大牛、小猪，你们分头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用之物。好，好。大家躲在这里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出声，明白吗？停！
雪姫様、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。我们据守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，必须有人去搬救兵。这里距辽阳城少说也有30里，就算能冲出去，恐怕时间也来不及了。要不发求援信号弹吧？没用的，距离太远，城中看不到信号。那怎么办？有办法了，现在辽东局势吃紧，所有官兵都在各个制高点上囤积狼粪，一被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们就点放狼烟。你们看，这座山的西面就是可以点放狼烟的好地方。太好了，必须马上行动。让我去吧。你来掩护。不行，外面太危险了。正因为危险，所以才要交给我们飞玉营。你们俩都别争了，我是队长，最危险的事情应该我去做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乡亲们更需要你保护。可你也需要帮手啊。我去。走。三郎。又怎么了？你忘了带火折子。三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回来。吴大大棍。はい。上杉君、次は任せるよ。はい。よせ。派人数，正派。骷髅大空，骷髅大空，黑铁，顾掌柜，请保护我家少主人，拜托了，拜，骷髅大空，骷髅大空，黑铁，
黑田！喂，你去哪儿？别管我，我不能再连累大家了。糟糕，是金川，你快去点狼烟。那你呢？我得回去。今川君、かなり探したよ。この間、空の色変えて、おうち赤になる。鬼だよ。さっさと死んでとけ。地獄呼んでるよ。
师妹，师妹，散了，我不能再陪你走一程了。不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散了，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。你说。我看得出来，顾平安是个好姑娘。三郎，顾平安对你一往情深，我衷心祝福你们。这是火绳枪的图纸和锻造枪管的方法，希望对你们有用。一定会有用的，你们带回京城。好的。你今后怎么打算？我原本想着像李太白一样云游四方，寻找一块没有战乱的乐土，但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要想方设法回到日本，为平息家乡战乱做点事情。祝你一路走好。多谢你们的关照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嗯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